是。晚安，九代晚安，嘿嘿，大家晚安。你给他干嘛？晚安，明基晚安，青鱼晚安。一首，嘻嘻，大家晚安，Rock 晚安。一首，今日は髪の毛がすごく落ち着かない。今天头发比较难整理。志恒晚安，帅爷晚安，谢谢 Rock 送我爆竹。把口气哥哥，俊怡晚安，花生圣魔术晚安，八尾晚安，重色晚安，英雄，远滚滚晚安，暗红晚安，杨雄晚安，啊，哈哈哈，晚安，我看你名字就知道你想讲什么，哈哈哈。对，我以为这次会，这次你会中到，这次你会中，笑笑没抽到纸笔笑他。Alex 晚安，晚餐我吃大阪烧，超好吃。阿五哥晚安。啊，其他人的你有中吗？哎，我觉得12月的都很好看，自己说比起11月的好看很多。大陆仔晚安，玉人晚安，可可妹仔晚安，坤坤晚安，谢拉晚安，大陆仔晚安。今天的 Luca 超级可爱，谢谢。Luca 的超难抽啊，是吗？玉人有抽吗？恭喜的少俊蚂蚁完了哦，谢谢你，开心。生血的碰脚虫好可爱，我也觉得，我一看到那个。就是道具，我就跟杰说，哎，我想拿这个。他们原本准备的是白色的猫手，对。那时候橘猫的好像其他前辈在外面拍照用的，然后我正在就是正式的照的时候，发现那个橘猫的不见了，然后我特地跟杰说，哎，不行，我一定要用那个牌。对，希望。对，希望姐姐选我拿碰奖手手的照片。小玉晚安，可可妹上线送四叶草。台湾有好吃的大阪烧吗？自己做的，对，自己做的，我们家自己买大阪烧的粉，然后我妈做的。谢谢送的小浪花，我没抽到纸笔，真假的？原来这个月这么难抽，我抽了好几次没中，哼哼，原来。谢谢鸭送我214爱你，谢谢。卡丘晚安，伟如谢送玫瑰，谢送我应援棒，谢送我爆竹，不如直接用碰奖的手。瑞卡森鞋有收买一套，开心，恭喜你。酷酷猫给你赞晚安，谢谢伟如送我比心。Grace 家晚安。升学海卡在邮局没办法领哦，你这次有指定我吗？哎，不是指定，你一定有指定我。你有抽纸笔吗？碰巧的举得很厉害吗？他的手虽然是小小的，但是攻击力蛮强的哦。公巴巴，今天衣服是上次我手绘，对呀、啊。可恶，想吃。如 果有剪头发没有？怎么了？看起来有剪头发吗？在老家。不能认真看路哥哦，好，原对吼，今天10号，可能大家都要回自己的家。纸笔没中，真假的？哇，原来这个月大家都有抽我的吗？啊，可是这个月指定我的人其实不多诶，所以我以为就是
抽我纸笔的人也不多。刚刚也画了一张猫咪，好，等等看，只中过厌世纸笔，厌世的更难中哎，只有两张哦。谢谢送我的手礼，九蛋有抽吗？猫の手も借りたい。太多人抽卢卡了，卢卡纸笔目前民众100%，抽二中，哎，超强的！原来运气王是你，有啊，我有抽。好，那有可能是你哦。这次我只知道两个人有中，另外一个人我就不知道。昨天晚安，シロクマさんオス，想被可爱的小手攻击，嘿嘿，他 哥晚安。那表示卢卡这是很多人指定吧？其实还好，真的没有很多。我有偷偷数。最近大家都要买握手券跟合照券哦，了解。但是还是有抽我的纸笔，我就很开心。新年快乐，刘佳，新年快乐。厌世的，昨天谢谢送的爆竹。过年我不会去玩，不会去哪里玩。我2月也来抽，好啊，加油加油！指定你们会知道，不会知道，可是有时候姐姐们在整理嘛，然后就是照片在那桌子上，然后差不多看那个照片的厚度，因为每个人的厚度都不太一样，看厚度都知。厚度的就知道哦，原来这次指定我的不多哦，这次指定我的很多，这样不会知道数，有时候就是我刚好有看到照片的话，我会知道啊。又是炼油师过年吗？应该不会，我猜，对啊，应该没有工作那时候，我猜姐姐公司姐姐跟舞蹈老师都要过年。大家一起知道吗？就是刚好经过那里的话，会知道。看薪水没事，对，就是有时候，就是外来的工作人员在那边整理，然后可以看到，对，可以看到厚度。对，我也没有认真数，就是差不多啦，差不多。上班中签到一下哦，Lingo，上班加油！谢谢送我告白气球，Luca 新年快乐，快乐！刚好经过还是可以经过，没有就是要我们一开始要进公司，一定要跟姐姐们打招呼嘛，对，就是他们整理完就不会看到，对，就是他们整理的时候，然后我刚好那天要上班的话。有机会可以看。谢谢 Lingo 送我告白气球，90度鞠躬打招呼，没有没有，姐姐们早安，超45度，一宿。然后我上次跟 Lika 一起经过啊，然后就看看就是对，看那个后盾，然后说啊，不行，我一定要多多宣传。谢谢送我看好你哦。今日は白いないつもより。これぐらいにしとこう。リカの角度应该蛮容易看到的啦。对。目が痛い。谢谢泰罗常送我比心，我尽力买，哈哈，好，谢谢你。虽然已经指定了，不过2月的现在还是可以宣传哦。明天还要打算 po 一张，因为我觉得2月的很可爱呀。我这个月也有买，谢谢。等一下啊，我要等。Sorry，Luca 2月的甜甜圈也太可爱，
Thank you， 甜点师卢卡，我要做甜甜圈，我来多买几包增加一下厚度，谢谢你，真的很开心，开心。卢卡的二月业配又快又，又准，二月真的很可爱。对呀、啊，我们都喜欢二月的，但是也好想开卢卡上咖啡店员，怎么不分两个月？我称咖啡店员哦。不知道，我觉得甜点师比较适合。可是看叶片的大家都穿甜点师，到底从来面面有谁穿咖啡师？好像很少。丽卡跟面面，除了他们之外，我们这一批的，我们是六个人一起拍，我们这一批的只有丽卡穿咖啡师。二月真的很可爱。哦，晚安。卢卡会做什么甜点呢？我做过很多我们家没有器材，所以现在不会做。但是我做过什么？乳酪蛋糕、饼干，大家都会吗？布兰妮，还有烤布雷，还有什么？想一下。啊，泡芙也有做过，泡芙超难做。啊，应该说很好做，但是做很好吃的话就很难。还有什么呢？想一下，あと何作ったっけ？啊，糖螺烧也有做过，差不多。500年没买生鞋的我都买了，哇 ，Thank you。很开心，目前看到宣传的好像只有林杰是咖啡师哦，对对对，哦对，他好像是咖啡师，对，所以是三个人吗？我觉得法法也是咖啡师，也是一路上晚安，咖比谢谢送我比心，甜点师卢卡今天有供应哪些甜点呢？笑容，咖比谢谢送我比心，卢卡做的一定超甜的。是蛮甜的，一凯晚安，宪阳晚安。咖啡师反而很稀少，对，就是跟上次汉服吗？不是有的人穿男生的吗？对，想吃吃看 Luca 做的点心。法法，我也想穿女仆西施。Luca 晚安，能比较真心快乐耶。Yeah!现在在房间吗？笑容现在十分，来送你 smile。对，我发现穿绿色跟粉红色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蓝绿或是粉跟黄，蓝色跟黄色好像也只有类几。可是我们上次是跟美玲前辈一起拍，美玲前辈的话有可能。是蓝黄或是粉绿，因为我们那时候啊，我们是最后一组，然后最后一组的我们才会交换颜色，那个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吗？还是分配的？基本上是就是前辈先选，再来是应该说一期生的正式生先选，再来是一期研究生选，然后二期生穿剩的。我想点就卡的可爱嘟嘴，好啊。这个主题，我想大多成员都想穿可爱的甜甜师，对。可是丽卡他自己想穿咖啡师，他说之前穿过超多可爱的，所以他反而想穿比较帅气的衣服。那个是可以换答的哦，应该可以。我们这组是可以，可是我的是真的是我真的是穿剩的，蓝色的都被。蓝色跟黄色的衣服都被其他人抢光。薄荷绿的裙子很好看。对呀，粉跟黄那套很可爱哦。我是粉跟绿，你没想过把蝴蝶结换成你高中制服？我怎么可能会带那种东西？田中晚安。如果不算超可爱，有猫手，对，那算是道具。里面还有什么饼干啊、蛋糕啊、玫瑰花之类的。
不要啦，那个超丑的。猫儿没有，小男生晚安，今晚我想来点烘焙碰夹猫掌。我一直以为你会粉色跟黄色，为什么是黄色？虽然你音乐色是粉跟橘，不过黄也很接近哦。可是我觉得粉跟绿比较好看，现在觉得。其实真的两种都不错，都想看卢卡穿的，嘿嘿。谢谢乔纳森送我的手礼。对呀、啊，所以我汉服也是穿剩的，嘿嘿嘿。然后我三月的，想一下三月主题哦，三月主题是，三月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四月也是差不多，对。你今天在不同房间？没有啊，跟平常一样啊。怎么了？只要是你穿的都好看，嘿嘿。你的颜色是粉跟橘啊，本来以为你会找这种颜色来搭。可是粉跟橘是因为水蜜桃的颜色吗？卢卡怎么可能会爆雷？差点又要爆雷，不会啦，不会。我只是说每个人的衣服都很像，不会就是因不会就是不会分两种。不要先说出还没公布的主题，不可能，不可能，太可怕了。想说才刚公开二月的，嘿嘿，OK，我知道的啦，我知道的，跟明初一样那种只有一款的，差不多，应该吧，对，还是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点差别。卢卡穿梅德服吗？什么意思？我穿很多次欸，没有很多次呀。可是那个不算是女仆，对不对？我觉得是比较像 waitress，服务员吗？就是咖啡厅打咖啡，也不算是咖啡厅。那点饮料。穿越多次啊，简直就是卢卡的制服。卢 卡的制服，ほうほう。そう、なんだっけ。生写真の話をしてました。設定不是是甜点师。对、設定是甜点师。いいじゃん。可是里面的饼干是真的可以吃的。可是他们不要，他们就是。叫我们不要吃，因为那个饼干放太久，超可惜的。哪一家咖啡？听服务生穿的呀，卢卡，快跟我讲。不知道有什么，什么ツンデレカフェや、妹系カフェ之类的。卢 卡会做甜点吗？会呀，我比起普通的料理会做甜点。那你们最后拍完有吃掉吗？就是不行啊。我们通常那个拍生写都是分3天到4天，对。然后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做，然后一样放到第4天。所以就是不能吃，除非每次都是新开。就是那点么呢？像那个仙贝。11月的时候吃的，那个是每一天都开心的，所以可以吃。可是饼干的话没办法，蛋糕也没办法，超可惜的。メンバーにコスプレ用の服ってプレゼントできる？なんかね、服によると思う。でもなんか前、セーラー服送ったら捨てられちゃったみたいなこともあるから、ねえ。普通の服だったら大丈夫だと思うけど、コスプレは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コスプレ大丈夫だと思うけど、あんまり送ってる人は見たことないかな。
吸血变成新鲜柠檬送我应援棒，拍完就被立卡吃掉了。三天才拿出来拍，为了不给梦辰吃。该复习之前的媚戏台词，不行，我不要。你会做什么甜点呢？我之前做过啊，我再讲一次：泡芙、饼干、考布雷、布兰妮、蛋糕之类的。对，放了四天，还是不要吃。对呀、啊、对呀、啊，他们没有叫我们吃。肠胃炎会瘦3公斤，我之前也得过肠胃炎呢，那时候真的瘦，不是因为得了肠胃炎瘦，就是因为得了肠胃炎不能吃东西，然后只能吃就是吐司啊，什么没味道的饼干啊之类，就是很清淡很清淡的东西，所以才会瘦3公斤。谢谢香香送我告白气球，可是我再也不想得肠胃炎，真的太可怕。嗯，我那时候喝了茶就会吐出来。嗯，只能喝水。理论上 cosplay 服装可以送，但是不能公开秀，其实没什么用啊。说不说，对对对对对，可以送，但是不能公开秀。送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どっちにしろみんなの前で着れないから意味がないっていう。好厉害，露卡是真正的甜点师哦，难怪所以难怪大家都不会送 cosplay 衣服。可是普通的衣服的话，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上次就是我上次听到有人在讨论粉丝收到粉丝的衣服什么最开心，他们都收衣服。你会做吐司吗？吐司哦，吐司我忘记了，吐司好像没做过。笑笑，谢谢送我告白气球。如果新年快乐，发个红包，我没拿到红包。如果现在也没必要刻意减肥吧。现在哦，嗯，现在可能需要啊，红包。谢谢，谢谢乔纳森。嗯，我觉得可以不用减体重，但是我想要引き締める，就是我想要练身材，对对，不想减，不用减肥，但是要对，可能需要一点点腹肌啊什么的，可以转送给卡妹穿去公开秀。那个，请教我做甜点啊？不对，我自己会。谢谢红包，可是我怕送衣服你们不喜欢，会不好处理耶。不会不好处理呀、啊。如果真的真的真的超级不喜欢，也不会丢。嗯，哪点名的咯？应该会送别人吧。如果真的超级讨厌的话，或是没办法穿起来。我目前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想一下，我看一下，今天是1.5小时，哎、欸，不对哦，对对，不对不起，今天是1.5小时，谢谢送我鼓励，谢谢 Ted 桑，如果的腹肌不是已经，其实没有，还要练一下 ，CJ 晚安 ，Gabi 送谢谢送我爆竹，如果要肌肉不意外。戴了上泰拳裤应该比较没问题。我已经有一件新的，不是，就是我人生中只有穿过四次的泰拳裤，所以到十点我看一下，应该是到十点，对，到十点，应该是到10:05。好呀，放一个旧衣回收箱，不要的都。不要的丢进去别人拿吗？也不会这样。如果我是没看过真的有人拿到衣服然后说哦这个我不要，很少，可是有些礼物他们很难带回家。像什么就是なんだろう
还是不要讲好了。对啊，还就是都是你们的心意啊，很开心。但是，今天一点我小时，那就陪你到最后。好的，谢谢你，不要穿反就好。谢谢送了1元半，几次是穿正确的？我没有穿过正确的欸，怎么办？我穿过4次，都是穿反的，有点怀念那件。我都送一些怪东西，诶，是吗？你送的都是卡片吧？哦，也不算是怪的，也不算是怪的，我觉得也是不要讲比较好。对呀，我怕我 对，虽然不是你们，我知道那不是你们送的。哎，贵仔晚安。先说那个 Luca size 穿多大？我需要资料。Luca size 哦，其实看一看衣服，我基本上穿 S，上衣是 S，裤子的话不一定，有时候是 S，有时候是 M。我屁股太大了啦，好哟。可是我穿 M 号，有时候就是肚子有点松松。一直穿反就当成是对的，对吧？哦，可是对，可是我上次 cosplay 衣服，我买 S 号的，两个都超小件，超可怕的。你穿的时候，我一直以为 Luca 在装傻，我还在想要怎么吐槽。可恶！是男生也穿 S 号，真假的？哦，应该是。女生的 size，我说的是女生 size。我想送你衣服，但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需要卡妹有没有去掉？没关系，没关系，看你们后面的包包好贵。后面的包包，哪个包包？你说这个吗？那是卡妈的，不是我的。那长得跟一般衣服可能不一样。应该还没需要穿到童装。没有，没有，没有，我。童装我真的穿不下，男装的 S 号不一样，卡丘超瘦的 S 没问题，男生的 S 比女生的 S 再大一点，对对对，女生，卡妹陪我去跳，我懂，卡妹穿的衣服，她其实没有很胖，但是她穿的衣服几乎都是 L 号、M 号以上。他不喜欢穿紧紧的，他就故意穿，故意挑松松的。难怪我觉得特别高贵，没有那个，你说那个吗？那只是普通的背包而已，没什么价值吧？买运动鞋的时候可以买童鞋，便宜很多。童鞋不行不行不行，鞋子要很重，鞋子。儿童的鞋子很难穿，而且我上周体重好像又少了1公斤左右，应该是之前太累了。哇，辛苦了！啊，你说我鞋子 size 吗？23到235，应该说，我觉得我的 size 23.2或是23.3中间。对对，所以有时候穿3.5就有点松，所以我都塞那个鞋垫，合照可以指定踩我，我想知道 Luca 鞋子穿几号，不行，这次不行，每年通常都会增重很多啊，新年呢、哦？应该吧，台湾人的话，对，我想说，应该是过年的时候最容易胖。日本人是圣诞节到新年那一段，但是三个奖算小吧？算小，可是 TP 有更小的哦，有22.5的。谢谢上元送我偷偷喜欢你。对，卡妹是街头风，嘻哈 style，没错。卡妹喜欢宽松点的，等等去买。对啊，有可能。
卡妹的衣服可能你们可以穿哦，虽然可能不是松松的，我过年要简直一点了。啊，对，我们没有尾牙，但有那个春酒。春酒是什么意思？跟尾牙不一样吗？卢卡应该是情人节会胖吧，都会收到超多巧克力。没有，你知道日本的情人节是女生送男生吗？谢谢马克的马三送我文手礼，所以那天呢，日本男生都很紧张。卡妹会跳街舞，卡妹是跳那个 rocking， 那个叫什么什么舞？我不知道叫什么舞。225好小，真的会一堆人穿不下。我也觉得225太小。这个月公演服会不会一堆人穿不下？不知道哦。姐姐们叫我们就是控制一下，抽奖吗？我不知道哎。春酒是庆祝开工的哦。日本当男生真好，对，我今天才知道，情人节的时候啊，西班牙人送汤匙，然后德国人送租的东西。好像是猪的娃娃之类的，对。然后意大利人送玫瑰花，玫瑰花，而且都是男生送女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只有日本会送女生，女生送男生。有可能不是只有日本，但是日卡有要去谁家过年吗？不会。不会，手一直动的那种。什么是手一直动？哦，你说2月14号的时候男生吗？我不知道，说哦，到底谁要送我巧克力？我不知道，肯定要问男生，肯定要问日本男生。春酒就是新年开始的饭局啊，太老生。そんなことないよ。棒読みに聞こえるのは気のせいかな。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大人になってから。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ってあるんですか？会社の中でその新入社員の女の子が上司に送るみたいな、まだあるんですかね？春酒就日本新年会的概念、了解。对，好像要送摊子，我也不知道。今年该送一只猪给卢卡吗？我不用，我真的不用。哎，卢卡，请送我巧克力，给你的也好。如果不行就不行，我也想送你们，要怎么送你们？因为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要回送，对对对，没错。但反过来说，情人节都没收到巧克力，不就很边缘？这个可能要问 Taro 桑哦。会社に義理チョコなくはないけど、ないのも当たり前になってる。なるほど。可以巧克力，那是东饭里面的，就跟地震收不到警报讯息一样边缘。对，最近地震怎么这么多啊？超可怕的！我第一次，我两次都在睡觉睡觉的时候，虽然我还没睡醒，没有没有，有一次是真的是睡觉，然后听到哔哔哔的声音，想说看怎么。不对不对不对，第一次那时候我还没睡，我还没睡觉，然后明天要早上6点要起床，所以很想睡觉。对，然后突然觉得有感觉，想说是不是地震来了，然后就听到哔哔哔哔哔的声音，啊，而且叫了超多次，超可怕。2月14号会送吉利巧克力还是红莓巧克力？你说我吗？我都有送过，我都有送过，可是吉利巧克力比较多，应该是土木巧克力，就是送给朋友，普通的朋友，我都送给女生女生比较多。卢卡那么早，很少，就那一次就因为早上6点要起床，所以1点多，已经在床上，可是还没睡醒。啊，不是，还没真的睡觉，我两次都还没睡。
我靠近路卡手机都会收到国家级美女情报，对，超可怕的。而且我每次关，我关了又响一次，我关了又响一次，明明现在都没有换，那个手机到底发生什么事？手机到底发生什么事呢？第一次我超吃鸡的话，便利商店欧巴桑给客人一颗巧克力，好好笑哦。卢卡睡不着，应该是因为我在想你，跟地震无关。米索嗨，第一次地震是被警报吓到，我也是。我叫边缘。谁送过卢卡的本名巧克力？有送喜欢的男生吗？有，一次而已。嗯，可是不是日本人。但是，嗯，就，可是我发现，我那时候发现台湾没有这个文化，所以我相信那个人可能会觉得。尤佳怎么可能？怎么会突然送一个巧克力？瑞卡，我要早上6点起床，那晚可能不睡比较快。会以为是好几次哦，没有很多次。手机震得比地震厉害。卖你关冷气的男生就不用说了，怎么可能会送那个？出来打球啊！不认得，会送绿卡巧克力吗？诶，好像可以哦。可是我不知道绿卡喜不喜欢吃巧克力。哦，不行啊！我下次遇到他是过年后诶。啊，でも初めて。あ、初めて本当にあげた男の人は先生だった。クラスの先生。で、じゃあ、チョコレートその時何も作れなくてめんどくさかったから、明治チョコのパックになってるやつ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れを買って、先生が入ってきた瞬間に朝礼の時間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あ、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って言ってチョコぶん投げた。でもなんかその後、次の日になってから、結局なんか生徒からくれたの見当ただけだったよみたいなことを 言ってて面白かった。医生说他每天吃火锅，该点吃点巧克力。違う、本気じゃない、本気じゃない。なんかね、友達にあげるように買ったのね、それを。友達にあげるように買って、で、誰にあげようか。まあ、仲いい人にあげて、まず。でも残り少なかったから。じゃあ先生に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るからあげようと思って。老师出来打球。不是喜欢，不，欸，不是那种喜欢，就是那个单纯就是喜欢的那种喜欢。该 怎么讲？不是恋爱的喜欢，对。他怎么不喜欢？应该都吃。不管哪种喜欢都给我出来打球，他救命，你救命他了吧？原来是绿茶老师，对，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まあ、そういう。でもその先生でも私、7年間、9年間学校で通ってたけど、本当に一番優しい先生だったから。是我喜欢你的那种喜欢吗？不是那种喜欢，就是。嗯，那点名的不是恋爱的喜欢，是，那点名，那点名的咯。啊、哦，跟喜欢猫咪一样的喜欢。ルカちゃん先生を続けるモチベになったこと間違いない。そうだったらいいけど。そう、でもその先生もともと担任。私たちの担任だったんだけど、2年目で主任になって、3年目でも主任になって。そう、なんかね、日本人学校で働く先生って日本から来た人が多かったから、基本的に3年しかい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う、担任持ってるの私たちの世代だけで、ちょっと寂しそうだった。
不是师生恋，你们不要想太多、哦。跟凤姐一样，感觉老师应该会开心。老师觉得瑞克带的，哦，对，那时候啊，我们毕业之后，我们有去找老师，然后那时候我穿黄色的那个制服，然后我被很多老师笑，老师，大家都说刘佳那是什么制服，也太奇怪。你都拿羽毛抖老师？什么是羽毛？没有，这才是一般人会想的吧？卢卡又要画角色关系图，卢卡是 A，老师是 B，我是 C。哎呦，真的，老师真的不是那种，我没有真的喜欢过老师，而且那个老师是结婚的。啊，突然想到合唱会能准备道具巧克力吗？刚好3月10日我们能送回。哦，好啊。可是男生不太会送女生巧克力。男の人って女の人に何渡すんだろう？日本的白色情人节，男生会送饼干吗？还是糖果？还是什么毛巾啊？钱包啊，是这种东西吗？太郎さん、お返し何あげてました？什么不但是师生恋，还是不是？你们想太多了。老师现在听到一定很难过，原来露卡从来没喜欢，不是那种喜欢，就是その先生としては好きだけど、男として好きだ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から、わ かります？然后第一次卡妹跟一。在一边互相喜欢，送毛巾好无聊。对，有人说女生送，如果女生送100块的东西，男生一定要送300以上的。お菓子かな、チョコとかクッキーとか美味しいもの。お菓子か、やっぱり。不是女生2月14号送巧克力，然后3月10号男生送高级包包给她吗？有人是这，有些女生要真的会这样，嗯。赞成，送给不是喜欢，对，送两个都是两个都有，送毛巾是想送对方出山，嗨嗨，以可爱与美丽于一身的卢卡，嗨，嘿嘿。ホワイトデーにはなぜか。だだだだだあげてないけど。对，我后来发现，白色情人节一开始那个 center 不是坐椅子吗？然后发现那是喜欢的男生，女主角喜欢的男生的那个椅子。然后就是他放学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在嘛，然后他就偷偷坐。那男生喜欢的男生的那个位置，然后还会这样啊，然后我不是我中间间奏的时候不是把椅子拿走吗？所以有可能我想说，我的角色可能就是那个女主角的对手。台湾送毛巾代表永别的意思，不要乱说哦，真的好，我学到了。ギリに対してもらったものより超いいやつかな。ああ、なるほどね。考试不用当老师啊！以前我送过喜欢的女生巧克力，才一个金沙，昨天就在她朋友桌上。啊！什么意思？我送过喜欢的女生巧克力，昨天就在她朋友桌上。嗯？你说你喜欢的女生，她坐在？他坐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怎么感觉有点很他？你觉得很他吗？那你为什么要偷偷把椅子搬走？应该有可能那个女生也喜欢那个男生，然后说我不给你坐椅，我不给你坐那个男生的椅子。噔噔噔，一开始要推他，对，就是2月的公旅社公园的时候可以看那个，可以看那里。
因为是梁氏的椅子，所以没有。哎呀，我又不是喜欢过梁氏，该不会还有田子底？我是没有填过啦，好可怕哦！ルカちゃん男友達クラスメイトにチョコあげたことないの？あるよ。あるけど。高校の頃に一回だけ。ルカ会唱口移しのチョコレートも不会。隔天在朋友桌上。あ、我懂、我懂。就是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的女生就是。虽然你也送他东西，可是可能他别的男生也跟他告白，然后隔天他们就在一起，这样吗？这是什么很难过的剧情？直接被拒绝，就是他送巧克力给 A，但 A 给 B 吃。我懂了，我懂了。哦，那我懂意思。其实叫他不要吃给朋友啊？为什么不给我？金上我超爱吃的，我一定会吃。看来 A 是默默，B 的情思是卢卡，那男主角 C 是谁？就是你们呐、啊！你们心里可以想，那椅子是你的椅子。嗯，越来越他，什么越来越他？这本来就是这样剧情啊！你们想太。不行，你们想太多了哦。单纯只是想坐他的椅子上，不行吗？瑞卡，你是不是脑补的太厉害？对不起，瑞卡，你以后要打算去做剧本吗？默默坐了老师的椅子，瑞卡抢走，这样剧情就通了。那直笛是我的直笛，瑞卡尽管拿去。渐渐晚安。伝えた公園見られたの？伝えた公園って何？直笛哦，我也从没有想过想吹吹看喜欢的男生的直笛，我一定会有那个罪恶感，觉得好可怕。谢谢可可妹上带我去流浪。谢谢你，这个特效超好看。高校时代你当时 classmate 也不是同学，就是，也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说喜欢，就觉得不错的学长，不错的学长，对。可是就是那时候我不是跟他告白，就是只是说平常他会照顾我，所以。有一点谢谢的意思，可是因为对刚刚说，我后来发现台湾的情人节，台湾的2月14号是不是 Valentine Day 是情人节，只有情人会过的日子嘛，对，所以那个人一定，我现在想那个学长现在一定会觉得留假有点怪怪的。借外套来穿应该有吧？借外套，我很少穿别人的外套。学长正在看，可是我现在对他没兴趣啊。对呀、啊，你害他太幸福是吗？我反而觉得，那个人一定会觉得，为什么刘家突然会送这个东西？帮学长哭哭。结果学长正在看，没有，我真的对那，我现在真的没兴趣。不觉得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就是，那的为什么那时候会觉得他不错的那种？Team K 的朋友，我想一下你在哪里做米勒日呢？Team，你说我们的 reset 公演吗？就是官方如果没有公开的话，就是没办法看。学长跟老师是 A B C D 哪一个？都不是。
其实那个学长是我。现在跟老师会来顶头打架的事你就不知道了。没有，老师是国中的时候，老师是国中，学长是高中。学长有男朋友了，有可能。对，学长有可能是 gay， 然后对女生没兴趣。好可怕、啊！你们想象力也太厉害了，太强了。什么？哦，还有我有讲过，我第一年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年就是我把50份的巧克力送给我们的同学，因为我第一年真的不知道台湾的情人节不是这样过。然后第二年呢，我真的准备了50份的奇洛的 choco， 然后一包里面有3颗，对，然后我先送我们班的女生，再来送管乐社的，然后再来送排球队的，对，因为日本女生真的会这样，准备巧克力，就是没有心目中的男生。就算有也可以，他们都会送别的女生，然后会交换巧克力，不是滴滴。そうあのね、日本の女子ってさ、チョコレート交換みたいなするじゃん、バレンタインの時。わざと多めに作って、なんかチョコ交換しようみたいな。所以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拿到真的很多，因为我们都会先准备。送给朋友的嘛，对，然后就是交换。可是我那时候都不会自己做，我都外面买的，随便包一包，然后送给别人。然后喜欢的人巧克力多塞了一颗，啊，对对对，差不多。但是我国中以前真的从来没有送过喜欢的男生，嗯。男生朋友也没有，就是从来没有送给男生同学，我怕他们会误会我的意思，嗯，但是我有送给老师，老师的没有，老师的就是一颗明治巧克力啊，そうそう、友チョコ交換会、本当のチーム K の映像、君のインスタにメッセージに伝えて見られるの？应该可以看，你说那个吗 ？Google 吗？Google Drive， 哎、欸，啊，云端的话我可以看。老师懂你的意思，可是因为老师的话，老师也应该知道我对他没有那个意思，所以我才会愿意送给老师。可是我送给男生同学，我怕那个同学会误会我的意思，所以我就不敢送。坐人气前面的男同学是不是送了芥末巧克力？没有，什么都没有。别放心，那个男生，我相信那个国中的3年，没有女生送给他巧克力。老师还很认真拒绝你，不就看看？对对，吉利巧克力，我送老师，老师一定会知道这是吉利巧克力啊！谢谢上元送的许愿瓶。可是我原本想说情人节的事情，2月14号讲比较好，但是现在讲好像也不错。捷运直达是不是该来拍个模拟剧情的卢卡无知而装的诗？不要，谁要当老师？卢卡讲的是日本語的先生になりますか？いいよ。可以啊，小红线上我来签到。卢卡也蛮坏的，有吗？没有，叫我关冷气的那个男生才是坏的。特别的巧克力里面有加量吗？没有。其实都难点的了。卖在松野呢，我勉强一点当老师好了。立刻当特别来宾演老师，我觉得可以。啊，不然其他人呢？
意地悪的女，意地悪的加油，知道吗？不然小情歌遇见要搭什么？女生女主角的朋友们，然后才那边说，嘘嘘。如果讲 skin 的子不言，我一般都不吹奏个不50份吗？因为我们那时候班上有30几个女生，10个男生，然后我怕我送给男生，好像觉得有点怪怪的，所以那时候都送给女生。班上30个女生，然后剩下的20个就送给管乐社跟排球队的。我也骂你关冷气就好。下次捷运直达，你们要分配角色演个小话剧吗？这可能要跟他们说。我相信啊，我觉得一家应该很会做那个，很会做剧本。你每个男生都送就不会怪了。没有，就是我第二年就知道。啊、哦，没有，那时候是因为我先送给女生，我送给30份的时候就开始会觉得，为什么女生都不会送我巧克力？会不会是不是台湾的情人节跟日本的情人节有点不一样？然后我就上网查了，结果真的不一样。我原本打算全班我送给全班的，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好。奇 娜的朋友怎么？接到可以做你女朋友吗的剧情，周围瞬间沉默几秒钟。话说你会模，很会模仿星星，谢谢。我恰里，谢谢送我小浪花。最后一定要在捷运站跟老师分别，看着老师坐捷运离开这样。开冷气是什么梗啊？关冷气吗？诶，有人不知道，就是我曾经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啊，我坐教室的最后一排，然后我旁边，哎，不是，我后面有冷气，然后我们那时候用的冷气是很像冰箱的那种大冷气，所以就是能关冷气就是只有我一个，然后我前排的女生。都说：“哎，刘佳好冷，可以帮我关冷气吗？”然后我就帮他关了。结果那一群臭男生说：“哎，宫田关什么冷气？赶快开！”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被骂。卢卡奇在什么回礼？回礼吗？好吃的甜点。50分都没有收到回礼巧克力，对，重点是这个，我送给50份，完全没有拿到什么东西呀、啊，所以想说奇怪，为什么台湾的女生都不会送我巧克力？冷气鼓掌，宫田，冰箱长什么样子？卢卡可以示范一下吗？因为。居然是双开的，然后我一开始抽屉系的人气，我在办公室也是电灯跟风扇鼓掌，有点卡。啊，巧克力都食べたい。啊，我今天买了新贵派，我觉得新贵派超好吃，就是真的，价钱又不贵，又很好吃。是卡的哦，我想说怎么没声音？一模仿冰箱就开了，啊，就卡卡的。外面笑很大声，那卡妹他们在看什么？这个好像天天都有甜甜的宵夜吃，
新贵派要冰冰香好吃，我也爱吃。对呀、啊，我去拿一下好了，顺便看卡面他们在看什么。笑声怎么会这么大声？的当当，礼拜三的礼拜三的当当，不是打这个 time 是水曜日的当当，当当，水曜日的当当，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对对对，水曜日的当当，你正在看，现在クロちゃん。里面有一个就是很恶心的搞笑艺人叫クロちゃん，クロちゃん每次都喜欢上有一个女喜欢上女生，但是每次都被那个女生就是拒绝，因为她太恶心。然后她刚刚又被拒绝。没有，重点是那个クロちゃん的行动真的太可怕。对对对，豆柴的台歌的计划，对，色違い，对对对，色違い真逆。クロちゃん，小黑真的蛮恶心的，我也觉得很恶心。对对对，然后他现在不是减肥了，就可以，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现在有一个企划，他是有一个偶像团体的，算是什么 supporter 企划哦，对，有一个偶像团体的企划人。然后，如果他可以减肥，他减成功，等一下之后，他们那个偶像拍的 MV 可以邀请很厉害的艺人。然后，所以他现在正在那个减肥，然后呢，就是，他现在爱上了健身房的，健身房的那个，教クロちゃん动作的那个人叫什么？クロちゃん是光头。有小胡子，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很像大拇指的那个，他叫什么？就是对对对，健身房教练。他第一天就喜欢上健身房教练，大卢卡说不出话来。没错没错，我好想看哦。然后我刚刚看的时候，库鲁讲他就刚好被女生拒绝的那时候，然后就哭着说三个家，超级好笑。そうなんかその企画で、そのクロちゃんがプロデュースしてるアイドル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のアイドルが今度ミュージックビデオを撮ることになって、でクロちゃんがダイエットに成功したらゲストを呼べるみたいな企画で、なんか1キロ痩せたら誰々、マイナス10キロ痩せたら生駒ちゃんみたいな、そういう感じで、そのどれぐらい痩せるかによって呼べるゲストが違うんですよ。でクロちゃんがじゃあなんかジムに出すお金ぐらい出してもらってもよくない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て、したら番組側がどのジムがいいですかってチラシを見せて、あ、これがいい、ジムのあのジなんだトレーナーが可愛いからここにするって選んで、で初めてジムに行って
1日目でそのトレーナーのことを好きになって、今ちょうどそのトレーナーに振られてるっていう。对，不是啊，对，减九公斤就是松井樹里的前辈，然后十公斤就是乃木坂的伊古玛酱。对，卢卡，你们家的电视可以定时录音吗？没有，我现在是用 WiFi 看的。有一个，卢卡酱，卢卡酱，我也很想看呢、啊，可恶。对，之后再看。班长晚安。そう、すごくない？10キロ痩せたら、イコマちゃんが出るんだよ。对，我也很想，其实我也很想看乃木坂的那个イコマちゃん。イコマちゃん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毕业很久了。就是如果クロちゃん可以减肥成功的话，可以看到イコマちゃん在上台跳舞欸。我比较想看增加欸，增加是。真的是一个戏啊，是吗？我对郭麻将比较有兴趣，网络之后也能找来看，对，应该可以，但是不一定有字幕，不然等等卡妹演给你看好了。18年了哇，所以已经快3年了，是不是？そうだよね、本当にイコマちゃん来たらすごい。絶対見るわ。减十公斤可以看到イコマちゃん。对，没错。所以我希望クロちゃん好好减肥。谢谢双元送我口，不是口白，送我红包。谢谢送我红包。ありがとう。好了，水曜日的单干，我怕有人不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聊别的吧。我减20，请给我橋本七海さん。でもいいね、痩せるだけでなんか、我也觉得很好，就是瘦了就可以邀请那么好的艺人。一下，你要上演给哎、欸，你要上演给你口白吗？啊，我要给他口白哦。真的想听握手会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私初めての好きになったアイドル生駒ちゃん。哦，那你也可以期待呀。你可以不用看那个节目，但是如果クロちゃん真的可以瘦到十公斤。之后一定会有 MV， 你就可以看一下。加日是一个啥子？加九福阿酱，好像也是哎，我觉得福阿酱面细口白哦。我要听，想听吗？想听就舔我的握手会。啊，对，我们这不直接。Happy New Year！ 萝莉口白，多 S 口白。可能这个肯定要先踩一下哦。十公斤很多耶，クロちゃん应该没有这么能减重，可是他现在很胖啊。欸，可是我不知道极限，一个月十公斤吗？这样蛮可怕的，还是三个月？对啊，十公斤，对吼，这样想蛮真的蛮可怕。请骂我变态那个。イコマちゃん9時46分ならちょっと変な感じ。イコマちゃん、イコマさん。
ああ、まあまあ、確かに。生駒さんだね。最后期限也是关键。之前因为健康因素，医生说要减肥，最后还是偷吃东西。你说可可妹上减肥的时候，还是克洛奖减肥的时候？克洛奖减肥的时候一定会偷吃啊！克洛奖没，我也觉得没救了。可是为了郭妈桑，我也会，我的话一定会好好减肥。我原本看几公斤，原本100就很容易，上维特了，郭妈桑。一定会偷吃。我曾经减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偷吃欸。我礼拜一唯一可以吃甜的东西就只有奶茶，奶茶跟荔枝。あの時はひどくやばかったわ。你比较喜欢酸甜。嗯，不是栗子，荔枝，荔枝吗？荔枝，荔枝，あの時の写真不行。对，荔枝，因为那时候刚好家里的那个冰箱只有荔枝。卢卡就算是49公斤的时候，看起来应该也不会很胖。我看一下、哦、那时候有没有那时候的照片。那时候真的有那个双下巴，是蛮可怕的嘞。哎，找一下好不好？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一九，那时候是真的酸下巴，不是修出来的。あれ人物検索ってどうやるんだっけ？啊，我没有更新，可能没办法。好吧，那只能这样找。等我一下下。日本でライチ食べられないのか？え、そうなのかな？ロロでルカ一定也很好看。我觉得不好看。找一下。ルカちゃんの住宅。那你们不能截图哦，你们先跟我勾勾手，不能截图。待って見つからない。あ、待って、この時痩せ始めてる時だ。この辺かな。出てこない出てこないよ。我不知道肉的卢卡不好看，我知道肉卢卡我可以接受。不是那个，
そういう意味じゃないよ、くぐめさん。不是那个意思。待って、マジで出てこない。Prayer。待ってない。ないよ、ない、なんで？あ、こっちかな。那没关系，我现在讲，我们先聊别的东西。不是我不是善导卢卡。雨怪晚安。真的没有反话。そういう意味じゃないんで、そこんとこよろしく。我们先聊别的东西好不好？对啊，你们过年怎么过？卢卡要比手势让我们知道转第几次的时候。谢谢旅怪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提早跟卢卡说新年快乐。对，我下次开播是不是？那我下次开播是12号，是不是新年那时候？你们现在在家里吗？有人吃大餐哦，这么好。你们都要回老家是不是？初一，大年初一的时候哦。あれ？ないな。この辺だ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ちょっと待って、出てこない。今天就吃火锅，这么好。过年都在家准备了很多料理可以吃，边吃饭边看直播。哇，吃什么呢？我不用也过年就很多料，很多好料可以吃。哇，谢谢小月送我伴侣 level one， 谢谢送我车车，谢谢。不是伴侣，是浪漫旅行。什么是萌新 level two？ 谢谢你，ありがとう。待って見つからないぞ。我是不是删掉了？可能会觉得，可能是看了就觉得好丑，不想看，然后就删掉。谢谢志宏带我去旅行，谢谢你。这个特效也可爱。卢卡应该不会有农历过年气氛，完全没有哎，跟平常的休息日一样。Sega， 谢谢送我告白气球，谢谢你们。问一下老师有没有存档？干嘛问老师？待ってないんだけど本当にない。以前好素哦，有点不想给你们看，真的有点素。もう削除した可能性があります。可能真的删掉了，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啊。谢谢少爷送我红白嗨起来，呼呼。哦，刚刚小月送的这么贵哦，你现在第一名哎，谢谢你。过年不跟Lika讲出去走走吗？哦，其实 Lika 讲家庭哦，他们家人真的很爱出去玩，所以他一定有事情。啊，海底捞あるんだ新宿。原来日本也有海底捞。过年吃太油，偶尔吃个素也不错的。Lika 平时也要养成备份照片的好习惯哦。Lika 的照片都在 SD 卡里面。因为我是安卓的哦，对，我要问你们，我想换个手机，因为我的那个期限已经剩半年了，不是期限啊，我的续约吗？我的剩半年了，已经可以换，但是我不知道要换什么。今天刚好有
加钱，下午一阵有直播哦，谢谢你。新宿にあった池袋にもある。会 iPhone 吗？可是我现在用安卓诶，我怕换 iPhone 很不好用。换 iPhone 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我可能就是很久以前就用 iPhone 的话，可能还是会换 iPhone。我预算，我不想付很多钱。我是习惯用安卓，成员几乎都用 iPhone 了。虽然我是安卓派，现在 iPhone 11很划算，很划算。我不习惯耳机，没有耳机筒，不是耳机，耳机插耳机的地方。听说在 TV 安卓的都会边缘，不是吗？可是我跟 Lika 讲的用安卓 ，iPhone 可以用很久。看电信公司有什么事哦，好，空机很贵，我也是去年才换 iPhone，超级赚，真的哦。そう、なんか iPhone に変えるメリットがそんなにわからない。だってなんか値段の割にはっていうのがある。我自己是没有那么对 iPhone 有兴趣，虽然大家都推荐 iPhone，因为很贵啊。想说都是同一个 level 的 iPhone 就可能会贵三四千，嗯。安卓机用了4年，对 iPhone 的戴耳机孔超级无，嗯。我不习惯用那个蓝牙耳机，因为我东西真的很容易不见，我怕我要的蓝牙耳机就是很快就不见了。等我一下，マジでないんだけど。10万は高いよね。でも5、6万の iPhone ならその価値あると思う。よちゃん、おー、そっか。よちゃん、接線可以把控制成耳机孔。你挑拍照强的手机就可以。嗯，我也觉得。而且是一定要是前镜头。我想换 OPPO 的。如果不要 iPhone 的话，我推 Google Pixel，因为我也想换。以前用安卓不相信 iPhone 好用，用了发现真的不一样，真的哦。SE 安いらしいね。听说 SE 很便宜。あ、そうする。翻转镜头超适合开。哦，我现在用 ASUS，可是应该不是。什么是翻转镜头？好像没有那个东西。拒绝。哎呀。え、待って、本当にない。これは消したな、多分私自分で。我应该真的删掉了。可惜。啊，之后如果有找到，给你们看好了。谢谢红包，谢谢 Sega。现在如果买 iPhone XR 或11，应该都不到2万。SE 很便宜，但是对男生说来太小只哦。Zenfone 自拍根本是作弊。Zenfone 是照片的意思吗？作弊，照片的骗就是骗人的骗。看你要不要买 Zenfone 7，比较接近你现在的界面。好。如果是女孩子，SE 是可以，可是听说 SE 前镜头好像不到1000呢、欸，好像画质没有比其他的不好，后镜头也可以翻成前镜头，哇，这么好，那个还可以调角度，可是要看价钱呢。
还是想一下价钱。谢谢送四叶草。如果前镜头强的话，我推 OPPO 的 Find X2。好，我猜一下。我真的后面我根本不很少用到后面的，我都用前镜头。我前阵子中华电信续约买 i12 不到两万，其实有点大。Luca 喜欢大只，我比较喜欢小只的。画质不是看像素而言，手机的 CMOS 像那个样的，其实画质就那个样。Xperia M1 Zenfone 7，我现在帮你查价格。好，预算它多少左右？啊，预算哦，我现在是续约，不会买空机。希望是一万以下，我真的没钱呢、啊。就是续费，然后每个月我不想付超过1000块。iPhone 12或 mini 啊，小只的最近很多安卓手机都很大只，我觉得不要太大就好。我现在的就有点小，但也，如果好用就可以。你预算有到10000吗？10000太贵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几个月的如果没钱，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不是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一万以下真的不要超过10000。啊，我真的没钱，我怕我买手机没有饭可以吃。10000以下的话，有点难给建议，好吧？月租费付起来很吓人，可以买5张单曲，一人一双鞋，帮助卢卡换手机。Nokia 不就是我们十几年前大家都在用的那个手机吗？可以挑1000月费以下的，不到10000真的不太好买，好吧？好。二手、哦、好，考虑一下。Sony Xperia 10还不错，我之前用 Sony， 可是 Sony 的很快就坏掉，不知道为什么。我主要是前镜头好就好。一万以下不挑牌子的话，可以买比较不有名的。好的，还是你先去电信行问问看续约的哪些可以，我们下次再聊。好啊，好啊。可以，粉丝蛇超好玩的，玩神也不会腻，真的。现在 Nokia 就是安卓手机了哦，真的、哦。这价位往 ASUS 去找可能比较好，原生相机 APP 写的不太好。你是哪一家？台大。人家现在也是用智慧型手机，Pixel 4A 只要13000，可是我会续约的，不是买空机哦，不是买空机。如果买空机的话，一万以下的真的很难找。拍照一定选三星。有人说 OPPO 跟小米很好，就是中国的手机听说前镜头都很好。可是 Sony， 我之前买的 Sony 啊，后面小时候买的，后面是1000多，这边只有50。台哥带有 Pixel， 你说 Google 的吗？有，适合我。看看他网站查一下就可以。你应该也是续约4G 方案，我还在考虑5G。你们觉得5G 跟4G 差很多吗？对呀、啊，都是中国的手机。我原本不太想用，可是听说画质前镜头真的很好，所以我在考虑。Pixel 比较有 Sony 要起，那是什么东西？是要到某个程度才很好的意思吗？不要浪费钱用5G。费率是什么？费率？
我建议手机一分钱一分货，先存到2万块以上，再来看你要买什么。好，5G 用起来没什么感觉，基地台太少。哦，那我不要用4G。好，我不要用5G。平常应该也感觉不出差别，不过它。我们现在推 5G、4G 的手机通常不会拿来当续约的手机用。哦，好。啊，好，那我还是问问看好了。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想换 5G，因为价钱真的贵一点点。那我现在饭钱，我现在一个月的饭钱跟手机费比较贵。每个月付的手机费真的比饭钱还要贵，所以我不太想，我真的不太想换比较贵的那个方案。哦，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学生，感觉要付1000以上。你续约的时候可以试试跟他说你要跳槽，他就会降价。哦，好。看看续约能不能继续用 4G 的488。我现在用，还是不要讲。对，我现在用 4G 的吃到饱。5G 好像吃到饱超贵，你一个月手机费多少钱？不到1000，不到1000，就是，学生的那个优惠。我怎么觉得 Luka 会被店员骗？有可能哦。我上次是因为这样，然后买这只烂手机。我用了一天，它就开始给我宕机，用一用它就宕机。真的不太好用。然后手机前镜头，明明其他家的画素跟这个画素一样，但是拍起来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那时候已经出来安卓8还是9，这只手机是安卓7。家でまだ iPhone 6S 使ってるけどね。あ、本当？使いやすいかな。为了预防被骗，我们一起去挑。对，我觉得，我先问一下，然后再跟你们讨论比较好，不然我真的被骗。现在普遍可以用到600以下的吃到饱，我觉得 Luka 可以做一下功课。好啊，好啊，谢谢你。现在都直接买孔机续约，手机难免没有比较便宜，反而月租费比较贵。哦，了解。好，那我考虑一下买孔机。今天差不多要结束了，不过我还是建议手机3C 产品尽量买好一点的，不然很快就要淘汰。好的，好的。约先问不要钱，这边很多免钱客服。好的，谢谢你们。我要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是谁呢？我今天没有开那个手机。录电源的音，下次放来我们研究一下。好，不会这样。吃到饱可以到500以下，是要。买空机吗？续约最什么拿钱也不错，那是什么东西？猜一下，月租2年加起来比起空机来的贵，真的哦。好，那我猜一下，一手。算一下空机加低月费比较省，不管店员说什么，你都说再考虑一下。OK，OK，一手，等一下下哦。
你说不续约，店员就会拿最低费率给你。好，OK。哦，今天好多哦，看一下哦。今天的第十名是玉安，谢谢玉安。第九名是 Tetsa， 谢谢 Tetsa。第八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第七名是志豪，谢谢志豪。第六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五名是 Sega， 谢谢 Sega。第四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三名是 Kukumi 桑，谢谢 Kukumi 桑。第二名是小玉，谢谢小玉。然后第一名是帅源，谢谢你们，呼呼。哎呀，哦，哦，三千多，有这么差哦？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谢谢今天大家送我这么多礼物，我好开心，ありがとう。好，下次是2月12号，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忙不忙？我在剧组跟朋友吃饭边听直播，哦，真的哦。好，那就乖乖，等一下乖乖跟他们吃饭哦。可以的话，找个懂的人陪你去比较好。好的，如果直播辛苦了，谢谢，新年快乐，谢谢。你可以看我画的猫咪。你现在你说 iPhone IG 吗？好，那我等等跟你说，那个不是等等，下次跟你说感想。谢谢哥哥们三，辛苦了，新年快乐，辛苦了，拜拜，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一宿一宿，ありがとう。大家拜拜。